是莲花山顶。那个建筑是什么建筑？体育场吗？什么的？不认识别的，前面的那个是金帝王，拉近看一下。嗯，这不是帝王。这样的话肯定是假的。嗯，这是帝王。而借的话是多少？ OK， 回了。莲花山顶的一圈，在邓小平树下。好高大、啊。那边还有招商局大厦。OK 了。